在请这个Brightview 公司或者是只是 Shadowson， 真的如果大家知道就是他们过去的经历的话，应该不会有这样子一个非常荒谬的情况。对，但是后来发现其实网络上很多人都是通过一些片面的资料，就是这个什么什么 BD 公司是原力造车公司，它只是个工头，所以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网络上的大家就是把一些资料放出来。其实 Brightview 公司它就是协助这个大联盟，它是指定作为它的场务专家的顾问公司，所以其实美国大联盟的赛事非常多的球场，其实国际球场当中都是 Brightview 这家公司来协助他们来完成所有球场的，不管是说在检测、修缮，都是他们来做的。我想这些网络上的资料都蛮多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没有搜寻完全才会做出这么荒谬的评论。所以真的有一些，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蛮可怕的。就是明明就是一件很好、很正常的事情，可是真的很高兴，其实能够请到这个国际级的大联盟的场务专家 Brightview 来协助，但是没有想到却遭受到了这么多的一些蛮奇怪的一些批评或者攻击。但是还是很希望，就是不要这个恶人先告状，做贼喊抓贼。其实我们真的是很有心，想要好好的来把球场修复。所以也不会说这么多的时间找了这么多的外部专家还有棒协，那甚至到现在大联盟来协助我们做这些事情。如果我们真的没有心要做好球场的话，那其实这一些工作也不必要这么辛苦这么努力。